现在国语绿岛，然后直接输入那个。爸爸，今天好像诈骗。等一下，好，我们来看你那设定几号，485。485666622272782853585。83212323242526。好，设为目的地。卡片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出发喽。我们现在去古屿绿岛。当当，哎，这么多车怎么跑堂哥？嘿嘿，有没有开心？有。这边好像大家也喜欢在那边拍照。是啊，那你要来一下吗？好，可以在那边拍一下啊。停车。哦耶耶，停车停车。现在到古屿绿岛了，我们要下车了。Let's go！ 运气很好，本来是阴天，现在的太阳还蛮大的，好命吧。我们现在要步行到海滩那边去拍个照，然后等一下再去美食馆。贩卖机，日本的，你们应该都是台湾的。在哪里？哇，那好多种口味哦，好像还不错哦。再点一个口味，感觉我来选一个比较好吃。然后让妈咪选好了啦。然后我这个。那买这个，这个这个这个。那再买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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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珍珠的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又有红豆，又有那个，又有汤圆，是不是？它那个叫做啊，叫珍珠。他们不叫汤圆，他们叫丸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要不然。等等，我说阿里阿多，阿里阿多，还有一个，这个对不对？好啊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哦。它甜了，借我拍一下好不好？借我拍一下，好亮哦，这边好亮哦，来过来一点，暗暗的地方拍好了，这个。不要动啊！这是苏打汽水。苏打汽水。哇！谢谢。阿里阿多。吃，来，吃。上面是双奇，然后绵绵的刨冰跟红豆。刚吃完冰，现在还要走路去沙滩。
摇头吧，尾巴那边我觉得，尾巴我觉得壳比较硬。我们要来个美食大冒险，就是不照人家介绍，我们在路上有看到，觉得感觉不错，就来进去吃。那如果踩到地雷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播出片段；如果好吃的话，就会有片段。好 ，OK。